晚，我跟东哥，俺们俩现在准备去菜场买菜，因为今天我们家有客人要来做客，东哥要跟他们租法了。嗯，租啥法？那个户门吧，说了好长时间了。租的，我哪是个户门样子？我准备开饭店了。我跟东哥，我们俩现在来到了金土地，来金土地卖菜了啊！给大家采购点啥？我都不知道采购啥了，因为我不会做饭，所以我没有发言权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闭嘴吧。卖鸭肉、鸭肝啊？卖点鸭肉，卖点鸭肝。嗯。不是可以杀点那个杀火锅吗？可以。你看摸我的头跟摸狗了一样，你。你就是我的一个。好丈夫，算了。你敢说我饿了，我都咬开你。你的我要上金丝狗了，你都咬开我了。整时势证明，我确实是一条狗，咬它。笑死我了。给六十吧。走。这几斤了？二斤二两。走。七十六十。吃到后门羊肉不是还能下菜吗？啊，都下菜了。下菜，你再买点菜吧，买点涮菜。OK。买涮菜啊！我报一个莲菜，我想吃莲菜，我喜欢吃莲菜。你应该多吃点莲菜。咋了？你吃成啥了？成天说话了，你可中了，我都不想坑你，我都不想打你。一面吃点莲菜补补精啊。刚才吃饭太尽兴了，竟然没有录视频。现在我们吃完了。嘿嘿嘿，笑啥笑？我不知道你。我也不知道我笑啥笑。喝得你我都想笑。我喝得进没有？咋了？我捂了半拉嘴，我还没开始喝了，怎么都不中了？捂是吧？刚才喝了。嗯。就你能，全世界就你一人能喝，中吗？你说今天？他们多了没？反正是钟哥喝多了。他们是不是都多了？反正咱能很往前回家的，我去一晃的。我喝多了没？叫我你喝多好没有喝多？我让给来叫我给你录个，你看你喝多了没？来，那看我喝多了没？我还没开始喝了，他们都喝烦了。嗯。哎，现在都没人能陪着我了，真烦。哎呀，说你呢了，真服气！现在妈喝酒啊，真没意思，没人能陪着我，真没意思。哼，哟，不用说了，能话中不中？我求求你了，还把我喝烦，来，我喝不烦你，求一个人把我喝烦。那你就不会少喝点？我少喝点，你不是好减肥？不喝就嘴减肥。那我喝了，我不得喝点劲？关键我还没喝点劲，这两天没人能陪着我，真烦人。俺、今天就喝了点白葡萄酒，我喝了点晕都不晕，我现在连微醺都没有，微醺，我现在真把你连微醺都没有。那你喝个酒能喝？十二点了，我还不客气了，我客气了，我真服了，我。睡吧，我们要睡觉了，拜拜。给我们点赞哟，点赞哟。